我们知道早几年呢，武汉失踪了不少大学生，然后这些大学生到底到哪里去了？我们来看一下子，他们在参加军训，他们在参加军训，在参加军训的过程当中，已经有那个有人在拍他们录像了，有人在拍他们录像了，然后军训结束了以后，人们呢基本上就根据那个录像嘛，一绑架就进了那个面包车里面，进了白色的面包车里面，然后不久啊，那些人呢穿上了军装，名字也换了，然后从啊人们的眼睛视野当中消失掉了，然后这些人呢从我们的视野当中消失掉了，视野消失掉了，然后就一些人呢送去了莫斯科，接受特工的培训。为什么只送那个俄罗斯呢？只送俄罗斯呢？俄罗斯啊，同中国之间有交易，而且能做到很好的保密，其他国家都是明显的，就是每一件事情都可能被人家挖了老底，每一件事情都会被人家挖了老底。而这些人呢，有的人做了那个整形手术，有的人做了整形手术，然后他们开始就潜伏到世界各地，就算因为做了整形手术以后，人家已经辨不出他原来的相貌了，而且接受的轨迹，他认识熟人也绝对不能透露，他认识熟人啊，绝对不能透露，告诉你，那些人都活着，没有死，根本不是人们所说的被摘了器官，也没有说进了 PS 实验室被做人体试验了，而是他们去当了太空了。现在你们想想，有个共同特征，失踪的那些大学生呢，体格都是比较好的，而且呢，他们在被绑架之前，他们已经不但通过录像当中对他的人的体型已经看过了，而且也已经秘密的做了一些调查，对这些人的背景做了一些调查，这背景调查呢也是根据录像来看的，他们没有通过学校，为什么？通过了学校，这个就包不住了呀。这个事情呢，国家安全解决，专门干这个事。他们呢，不是说去欧美国家参加培训，而是只去俄罗斯。你们不要小看那个俄罗斯啊，那克格勃啊，他们搞事情啊，可以违反人类的底线，欧美国家都是一个红线在那边的，这个不能干，那个不能干，很多事是不能干的，但在科格勃那边呢，训练的时候，甚至他们一个项目，路上一个人就在那边，我指给你看，看到没有？你在10分钟之内把他心脏拿过来，就这样的，直接这样的训练呢，这个训练出来的人都是
冷静，冷啊，冷啊，冷酷无情啊，静啊，他自己以为啊，英俊潇洒，而且给他洗脑，而且给他洗脑，所以啊，他们最适合潜入那些啊，潜入那些啊，民主国家可以用枪的地方，所以啊，他们来的时候只要来一个人就行了，来一个人就行了，而他们来自哪些国家呢？来自于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，哎，来自那些小的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，用他们的身份进来，这样就比较隐蔽一点，这样就比较隐蔽一点，啊，这样就比较隐蔽一点。然后迁入到这个地方以后，迁到这个地方以后，就是平时就闲着不是，就像一个普通的当地的一个居民，普通的一个当地的一个居民。但是一旦接受到任务以后，他们就开始行动了，那些人就开始行动了。所以啊，那些人都活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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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他们的活着比死掉要可怕100倍，他们活着比死掉恐怖100倍。现在啊，特朗普啊，已经在他们瞄准的范围之内，特朗普啊，已经在他们的瞄准范围之内。但是这段时间他暂时不要动，暂时不要动手。一旦确定被连任以后，在第二任期内啊，一定要把他干掉。在第二任期内，一定要把他干掉，不然的话，这个太危险了，这个太危险了。这样搞下去的，共产中国就得灭亡了。这样搞下去，共产中国就得灭亡了。所以啊，要派上这些经过训练过的人来完成这个任务，来完成这个任务，来完成这个任务，来完成这个任务。但是啊，很不小心的，那个国家安全解决的那些人呢，不小心透露了一点消息出去，不小心透露的消息啊，然后那些高层也被抓了，那些高层也被抓了，高层也被抓了，啊、嗯，高层也被抓了，高层被抓了，你们一般人都是往腐败上面去想啊，什么派系的，什么派系的人上墙，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个原因。根本的原因，他们掌握着，这个是叫第三梯队的啊，这是第三梯队的分布情况。第三梯队的分布情况，这个第三梯队的分布情况，如果一旦透露出去的话，那么对共产中国影响非常大，影响非常大。所以啊，他们第一要把管理这些人的上层的人把它控制起来。免得消息走漏，免得消息走漏，免得消息走漏。这次啊，武汉的疫情啊，又让他们想到了这些人呢、啊，想到了这些人呢、啊。实际上那些人全部在武汉，全部没在武汉。哦，那些全部没在武汉，那些全部没在武汉。啊、哦，他们在分布在世界各地，正在待命呢。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，正在待命呢。而这些人呢，现在，我现在看到他们穿着白色的衣服，白色的衣服啊，穿着白色的那个，很得体的礼仪啊，分布在好几个高尔夫球场里边，分布在高尔夫球场里边，哎，分布在高尔夫球场里边。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是绅士，实际上他们正在寻找目标，寻找目标啊！然后又看到那个川普总统了，因为川普总统喜欢打那高尔夫球，所以他们现在重点就是接近那些高尔夫活动有关的人，接近高尔夫活动有关的人，接近高尔夫活动有关的人，通过这些。来一步步进入这个高尔夫这个圈子里面，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对川普总统下手，
对川普总统下手，对川普总统下手，啊，对川普总统下手。所以啊，这个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秘密啊，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秘密，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秘密，啊，啊，哎，这个是看着飞碟的，这个是个飞碟过来的，一个飞碟过来的。这个飞碟过来了，哎，这个飞碟好像也不像那个天上那个飞碟，好像是针对人的，针对人的行为的一个飞碟，针对人的行为的一个飞碟，针对人的行为的一个飞碟，有可能是太空军，到不来已经经常这些人了，到不来经常这些人了啊。到处经常这些，然后我看到真正的飞碟，真正的飞碟，反而地上的这个太空军，哎，是这样一层一层的，自由印刷都很多很多，一环扣一环的，每一个都是有颗星，每个都有颗星，这个笑到最后的是谁？笑到最后的还窗口，笑到最后的还窗口，好。你别看他这个有时候川普帐篷卖上的，他一点不少，一点不少，西安根本不是川普的对手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